我这都记着，我这长成了，我这长个牙，完了养上它不是给羊断奶的，断半年了吧？断了两个月。再有它有3天半月了，这个羊还是吃奶。你们让你这个羊，它一吃奶，它都不着老啊，所以得想点子，把它奶泡着里边，生一季，不想吃奶了。不然才断十来天，它又吃奶了。这小猫都3月了，还吃奶，别生气。 这不就是穿衣裳，这一个季上面这我娘是腰窝一翻，啊，你再穿衣裳。我这先把这个线头脚把那个线穿上去。这太大了吧？正好正好的，没你那活了。你这个这是啥东西？袋子。我穿渔网来着是。是的吗？嗯。要咱洗化妆吗？管好。那化妆不热吗？不热。哦，凉快。 行，我来。你这这这，咱拽掉呗！你看，你这，你得，这猪都有点儿么？你看这，你得要。这。你别晃眼，吃了一个都管，我得要啥？这个线和豆一样。这一个豆一都不要嚼，这都这压着个一串串，我这压着今年给我一季季活了，你不得给我等，这拽着不好意思嘞。你叫小小的。瞅不着了，这。 这拽的这脚都长出来，那多黑，那灯的，这脚都黑大了，这。这你在水龙头管着吗？水龙头好点啊。没有，就其他地方。俺水龙头也是，这水龙头这样不多。这不，这套套。加上几个豆衣了。这个来，哎，对对，管了。走，没办法。你小心豆衣了。方法总比困难多。我给你找个小宝宝给你。 本来就这俩有的脚丫嘞，这没上着着凉没着上，过来吧。就这个样。拿过来。奶奶。行呗。把我看那袋子挺大的。呀。套上那包嘞。哎呀，你咋都掉了下来？拿姥姥姐的。买姥姥好嘞。看没买都没，让他我都吃能拿完了，还给他吃。还吃。他不站来这个干啥呀？这他。 这一个比一个厉害啊！恁两个给你拽一个，爸，好，你拽一个，站前边，咱俩说使劲。这一个怎么了？这劲儿啊？对，一人拽一个腿。这老实了。是啊，你不看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爸爸，咱们困难多。你坐着好吧，你坐着。咱们一个，让爷爷那有十笔。爷爷那掉，真有一个了。有一个。等会儿呢，等会儿。 叫你别弄，你别弄，你别吃。俺爸现在这有点太冷了呀。现在。太冷了。他光吃奶了呢，不断不了奶了呢。我一从那边上挤的，然后吃着嘞。吃那前面。人家带奶着，他带奶着了。哎呀。这个还吃。要嘞。这没个一百着，那都一百着没见，我也我的。说你这带的是属于啥呀？这是，还比咱妈带的好嘞。我野呢了，他这没野呢，知道吗？妈的，以后不能再野了。还吃外面，等等。 啊，这个样子在这等着吃面面的，那人有上来了。可能羊挺自在的，搁那还吃着。那个就是羊也忒早都到了。好吃吗？来。来。他嘴边好了。专业。记好了。 那你给你叫什么？慢慢叫就好了。行，你看你，怎么老是养活你？马上走两步看看。走两步不要。哈哈哈哈哈。养。这吃慢慢的，反正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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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没嘞？到没嘞？哪有他给他拽掉了？看我都没见着。吓得不敢走。于是呗。哎，对，就前面那个只羊。在眼皮上。 这奶人又犯了，这小羊羔。妈，这不，这没掉。还心急的，怪结实的，也没掉。